大家好，我叫牙结石，住在你的牙齿表面。一开始我是软妹子，呈乳黄色，软软的，而且很低调，你根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。不过我可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钙化变身，坚硬又持久，成为占领口腔的硬汉子。每次当主人吃完美食，食物在口腔里经过牙齿咀嚼之后，和唾液混合变成细小好消化的泥状物和一部分食物残渣，就会在牙齿周围慢慢形成软妹子牙菌斑。对的，牙菌斑就是我的前身，很少人知道我的前身就是牙菌斑。当然，即使知道也毫不在意，大部分人可能会用刷牙对付我，但事实上他们都只是在假装刷牙，横着刷，竖着刷，跟锯木头似的，把牙龈磨得又红又肿。错误的刷牙方式加上他们的牙刷清洁战斗力太差，一天两次的刷牙战术，我依然能够存活。主人的招数也不过如此嘛，在口腔这个大环境中，我混得如鱼得水。我的前身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在唾液的浸泡下，只需经过24小时就可钙化成为牙结石，也就是我的最终形态。我最喜欢热闹，天天要去刺激一下牙龈，牙龈就会发炎，有时候牙龈内侧还会发生溃疡，主人的牙齿就会出现牙龈出血、口臭和牙周感染等。慢慢，我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，于是我就成立了作战基地，我滋生了更多的牙菌斑，同时也吸附更多的细菌毒素，让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。而经过我日积月累的努力，人类终于患上了牙周病。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这颗牙齿将会松动，咀嚼力下降，最后脱落，而这颗牙齿就是我的战利品了。也许是牙龈出血的症状，也许是牙齿的松动效应，人类开始正视我了。在我还是软妹子牙菌斑的时候，越来越多人使用电动牙刷清洁口腔，并用国际公认的巴氏刷牙法认真刷牙，把我扼杀在摇篮中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为了胜利，我必须得了解一下电动牙刷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。等我查遍书籍，了解了巴氏刷牙法的原理以后，我就知道我要完了。巴氏刷牙法需要将刷毛45度沿着牙龈沟轻轻刷满3分钟，懒惰的主人很难学会并坚持，而他生来就会了。因此要独特研发巴氏刷牙声波牙刷，一上手就是国际最标准刷牙姿势。巴氏刷牙法45度刷牙，能对准位置精确的深入到牙龈沟清洁，尤其是4种模式高频声波清洁，是普通牙刷清洁率的几十倍，直接就能用声波震动将还是牙菌斑的我一点点从附着的牙齿上击落，并最终完全清除，让我没有成为牙结石的机会。手动刷牙时，往往会很难控制力度，而 Easynow 带有智能芯片，当刷牙力度过大，会智能降震，避免暴力手动刷牙，残渣软垢及时铲除，变频抛光功能让牙面变得清洁光滑，防止细菌粘附。而且就算我躲在智齿旁边，它这个小刷头也能不断的打压我，让我无处可逃。我拿什么反抗？人类竟然制造出了这么先进有效的武器来对付我，不用费力就能清洁牙菌斑，预防牙结石。充电3小时，半年不用充电。牙齿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刷牙重不重要？重要。牙刷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刷牙的姿势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定期口腔健康检查重不重要？重要。牙齿健康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